五月底我们没等到 PS5 Pro， 却等来了会员折扣。不过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请注意这几个关键词：年会员和新玩家。一档会员打八折，二档会员七五折，三档会员七折。时间是从5月29号，也就是今天开始，截止到6月12号。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了。如果你是6月12号以后看到的这条视频，那就赶不上了，那就等年末吧。如果你是老会员，或者现在正好是会员状态，也不是一点优惠享受不到。如果你是一档或者二档会员，升级到更高级别的会员也会有折扣。或者像我现在一样，会员在这几天到期，等到期之后应该也能享受到优惠。我现在是三档会员，6月2号到期，等到期之后我再买一年。不过我要提醒各位，在续费之后千万要把这个自动续费给关了。通过这两年的观察， PS 会员打折一年共有四次机会，分别是11月底的黑色星期五，12月底的圣诞节，还有1月底或者2月初的春节，还有就是夏季5到6月份的这个夏促。PS 会员的折扣基本上都分布在年末、年头还有年中，我们尽量赶在这三个时间段续费到期，到时候续费也能赶上优惠。其实这次会员折扣不算实低，今年二月份那个二档会员折扣是六折，比现在这个七五折还要便宜100块。另外这次索尼活动 Days of Play 不仅有会员折扣，还有很多游戏优惠力度也不错，这个我们下个视频再说。